酸是不是有买我的羊肉串啊？是吗？多少钱？3000是吗？三千块钱，真的太感谢你。主要是你得吃饱。不行，然后还有什么？昨天还有没给到肉的吗？反正就非常感谢你们，我觉得就挺感动的，谢谢你们一直支持我。然后3000块钱买60串，你是不是疯了？知道了，放心，我现在生活过得还不错，你们照顾好自己，好吧？谢谢你们，拜拜。大家加油！来，心里真的舒服好多。我拿这些钱，感觉特别别扭，心里好像一直有什么东西放不下一样，你知道那种感受吗？就不是自己的东西。你说，如果我真的卖了3000块钱的肉。他真的喜欢吃那些都吃了的话，我真的，我拿这些钱我也很开心。但现在有这些钱，我花得起劲，我就不想赶紧把它花给别人。